道很特别，不是很陡，也不难走，让人可以专注在走路这件事本身。透过专心走路，不用扮演什么，安心做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好。一开始走路都有个目的地，但因为在过程中有得到或放掉些什么，最后会走到哪里，好像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对我来说，可以一直持续投入在喜欢的事情里，就是自然而愈吧。